以掌握未来，我可以，因为年轻就是未来。中国共产党万岁！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，我可以，因为年轻的心永远年轻。年轻是一往无前，直面一次又一次的失败，再比失败多一次的站起来。未来有10000个问题，算出来了，我能给出10001个答案。年轻是不信命，年轻是信自己。没有人能卡住我们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不是相信成功，而是相信不会被打败。年轻本该如此，年轻从来如此。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、最有生气的力量。国家的希望在青年，民族的未来在青年。给王双左脚直接。一代又一代的相信，才有今天的自信。不被世界改变，才能改变世界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可以成为我相信的样子。我是什么样子，中国就是什么样子。我就是中国。